我听得出来，因为你母方你牛也是就好。然后你要像牛你有，不用马这样哦，也会送那个南港，不用马这样哈。然后你要像牛你，还是太久没有看到他，忘记看的新闻啊，就像就看的照片什么的，真的。啊，这个大妈无理取闹啊！人家做得好好的，叫人家起来，说他要做啊，然后他70岁，他就别的地方做啊。还有人就看着他不爽了，就说：“啊，你叫人家让座，要客气点嘛。”然后11/01/16/7点，啊，我的火车不见了，登记火车取消了。有点不意外，200个成本50个，划算吗？那都不划算，成本不划算。1518，那咱用5000就全了，那咱那是800块。7010到龙安镇就研究。